包打了，感谢这个 U 的 A 战办卡，谢谢。小凡，8-4喽。这样 LGD 再扳一分，慢慢的节奏也好起来了。但是看到其实 KJ 还是在做尝试，对，就是在判断你到底有没有人去帮这个小七七这个点。如果说打了几分之后，基本判断了对方的站位之后，感觉要直接奔了。 又要来，这次硬汉来了，那可是鬼着一边来打的。然后把你的大部队逼到中路上来以后，两边又是一个架点的位置。对，但上一次单挑是硬汉把蒋涵给打掉了，这次蒋涵得小刀的速度不对劲了，不对劲了，这还是有很多的选择。嗯，上来 LGD 一个5-4，连接放了2个人。 这枪狙空了，占了便宜就跑 ，LGD 是退到了后点。现在5-3，对于 LGD 来说又没有血量上的损失，这个甚至说可以激进一些，全部退到后点防守。另外一边小七七也是控点控了一个，哇，琪琪，换人，小七七再拿下一个3局。 听我说句话，这么的，金志威跟我还有调调三人清兵，我们3人清兵，然后要不伟伟去吧，我跟 YF 上中路打连接啊，还是之前用的那个招，你们三人清，我们2人就动，懂我意思吧？上来就来吗？不是，等会儿，我想说一下，咱们把节奏控慢点，咱靠烟，咱打太快，人家一下就给我们拿捏。 他如果咱打慢一点，就是他搞不了，我们人在哪呢？哎，还有一个盲，还可以来把这种，调调去二楼控小道闪身的人，把他狙了，行吗？控不了，他第一时间封烟。不是，第一时间我说中期，中期。就是可以。中期的那个烟没了，你去把那个二楼闪身。解把开下来了以后，咱把清币了以后，听我说一个信息啊，他们是不投屁股的，发现没？没有一把来，全是最多了啥了？咱清完币了以后，调调。 那是大米拉眼中路，强打，知道吗？没有偷的，所以我知道。你这把小302是吧？我就给你提一个什么醒呢？我觉得七在连接那个满米3币那个东西啊，你找时机也可以寄出来。那可以，不怕打闪。那得现在都帮我个币，我先送。那汉子给我留币呢？ 不用，你再前点，我能补回来。行，加油加油加油！我先送这儿拿就行。好像是有自爆的招啊，听这个 Team Radio 里面，确实打快的给小七七的一个整体的手感现在打得非常不错了。感觉 KZ 刚刚罗浩是想到了什么，有灵感来了。 听到说伟伟的建议是打慢点，还是必须前点让大米自爆，就知道对方可能不太会连清带打B区。清完币了以后，这把先打你这个，完了我中途就是我给你们添加点，就帮我点完了下一把。 可以打啥呢？你们4个机枪其实不好枪了以后，咱打个416也可以的，真的。齐刷的，听我说，四幺的，那个双方防出那个。拐回来。我在。他在拱门啥？你把包丢，谁带包？你把包丢，随口。你去排，调调，你去排，不要。我也不去排，然后我们稍微快点吧，哥几个，一分二。这要封的，小心大米的经典啊！这个妖好像大米的经典，小心点。很了解，又走天下，又走天下。 来，这个浅压他就在，深压他不在。别动，别动，别动，收房，别动脚步了，F。这个点位确实是让你们没想到的。站在这儿，站。打了，收屁股，打了。